就会就电影开了，所以灵感就到了。刚好吸烟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忘记了，这个我已经忘记，这是怎么放的，就我现在就是用手，其实就压在这里，不用用那个，就是直接就是直旋转，它就很旋转，然后就是它就是这样，然后看拉起来。帮开，黑色的吗？黑色的。不会剪那个啊？膝盖四点吗？对啊，他都忘了吧？那、然后再用高阶把那个骨头移进去啊？师傅吗？为什么不关门？他们要上来了。我上来了。哦，师傅吗？不是啦，他那个刚才是这根还是这根？他好像都是进骨色。反正把它压进去就对了。扭转压，好
进葡萄说说。对啊，你还没解就跟我说不会。啊，那個、膝盖四点先解啊，然后再那个移进去。我给你买筋膜指盘十组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指环啊。哦，好。多少？十组。十组让你有批发价，直接算你，直接算你350。批什么批十组？然后就3500。买什么？指环。哦，哎，买很多了。很多老师要。哦，哎、欸，我有认识那个养生馆，他们也超爱那个，我觉得他们超需要的。哎、欸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超需要。按摩用。因为那个。呼呼哦。不会搞，不喜欢搞，我一个人压压不动。
哎、欸，筋要卡进去啊！可是我想着滑手机这样拿久了，这边左手卡住，我一甩每次都很大声。可是这样，只是骨卡进去，筋没有进啊。所以筋还是要爽一点。对啊。我今天可以拿那一只。鸡啊！妈，你想吵死谁？妈的，对啊，超级吵！你想吵死谁？吵我吵啊！对，看来没有人抱怨，被抱要不然就是两点那个给他弄啊，要不然就是两点那个不用弄，因为两点那个啊，上次啊，我全程用高阶解完的那一个。对，那一个。那个女的是我全程用高阶无痛的，全程解完。就上课了。那你干嘛一定要叫我解？那我觉得她应该不是高阶的问题了啊，她筋都转正了。她评价有写啊？对啊，她评价有写啊。结果这次变痛，收尾一下，一切都是假的，这是他们的骗局。第一次不痛，第二次来看就痛，然后开始跟你讲一些有的没有。我再也不会来第三次，因为然后下面留言就一个留言说没有第三次是不痛，第四次没有。来我这里的，你看到、啊、那个惨叫成这样子，都还是会再来。对啊，他别无选择啊。或是长久型一直通下去啊。没有没有，肌肉有时候会共振，我都很明显啊。对啊，然后我就是在找那个震动的地效啊，压对点才会共振。不是，它松开它才会共振，对。我们那个手。
M 属兴趣的很好。M 属兴趣啊，活动吧，公开说明那边挑战好了。对啊，用力点不好。对啊，我花钱来这边就是这样，帮我推小腿。他又晒了。要不然就是叫他趴着，直接用手肘啊。用手肘，没办法，他做那个脚没办法用手肘，或者被压还有声音，顶多骗他去进房间，还是做身体好。把老师那一套，你以后身体就老点。很爱，很爱，真的很爱。弄完之后，老师可以先让我休息一下吗？真的，我们看一下。他继续做好，不要太累了。就是压力就是。觉得他们就是天母真的就是花钱是老大，就是那个时候花比较大的。很多怪物。客制化的吗？看你在装弱啊！他妈的，你在装弱啊！妈的，你以为你教官吗？你以为教官吗？看、啊、我都变成台大生，操你妈！这种文化吗？当事人在这里，当事人在这啊，是不是很舒服？我靠，现在都不怕黑了，直接在他面前讲。有啦。可是很舒服，然后就操你妈！不是很舒服，然后怎么要操你妈？爽到要叫吗？
上海是赛后关，但是端午带到这里卡住啊！剪刀那边就好了吗？你不剪那边，你怎么用真刀也不行啊！我唔是甲你讲，哦，讲袂听呢，学长话哪歹歹听呢？你讲话不听正常的啊，他是阿文呢，他是阿文呢。刚刚我一开始就给你，我是阿文，我是教官。教官哪有你那么弱？你不是拍手的。就是操你妈！你这乱讲什么？我精神已经开始错乱。我到底是谁？我带的。对。你看他会耶，他问的最多蠢，然后他就他一开始就一直问啊，然后他就一直很不爽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剧情发，我只是看你发，你不发老师等下讲到他还是会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老师问什么？还是会跟你讲会吗？你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对啊，你有遇到吗？没有，他就说那我们到底要先讲，他就一直重复问很多次。然后老师后来就真的超不耐烦，张仲先解，对，然后嘉良就开始，哪里要解？我就讲张仲先解，解哪里？阴历线，每次问后来大家都是这个啊，你看哪里阴历？对，真的我不耐烦，我就只好这样啊。
精良金卡。普通精良金卡。